哎，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特别来介绍一下怎么去下载安装 TNeura 的远端控制软体。当你的电脑有什么问题，或是说需要有人远端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，TNeura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啊，首先在 Google 浏览器输入 TEAMVIEWER。然后这边也可以，或是直接输入也可以。输入完之后呢，可以找到 TeamViewer 的官方网站，直接点 TeamViewer 的官方网站呢，这边有一个免费下载，个人用哈。然后直接点击，点击之后呢，它会自动下载，它会自动下载。如果没有开始自动下载的话，你可以手动。然后这个是自动下载。档案不大，大概在19MB 左右。我们等它下载完毕。安装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安装的过程当中呢，你通常只需要下一步、下一步就可以了。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说，你必须要选择个人用哦，不然它就无法使用，因为它是收费的。如果你选择个人用，它是免费的。好，即将要下载完毕了。好，下载完毕之后，我们点直接执行。哦，顺便说明一下，我们这个系统是 Windows 16四位元版。如果有提示那个防毒提示哈，你就是要同意，要同意。如果不小心点了拒绝，没关系。就是还是一样去把那个下载的那个 TeamViewer 的那个找出来再执行一次。防毒软件如果还是一样跳出来，你就是选择同意就好了。好，同意之后安装页面，或者是说你先把防毒关闭也可以。来，第一个选安装，第二个选公司哦，非商业用途，进阶不用点，直接点同意就可以了。然后防毒软体如果有问的话，还是一样是同意，它是乱码，这个防毒软体是乱码，这会因个人装的防毒软体怎么样，会有不同的情况哈。好，安装完毕，安装完毕之后呢，它在右下角它会显示一个 TeamViewer 的。小页面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就是看到 TeamViewer 的主页，这是你的 ID 啊。通常 ID 除非你是电脑重灌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基本上是不会变 ID。每一次你，比如说电脑重灌的话，再装一次它可能会变，但是如果你电脑没有系统没有重灌的话，它这个 ID 是不会变的，固定的。然后密码的话则是随机，每一次都不一样。那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忙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就把这个 ID 给对方。告知对方678466084，然后再把密码给对方就可以了，这很简单。然后对方可以得到你的 ID 跟密码，他同样可以用 TeamViewer 远端帮你控制你的电脑，然后呢，可以帮你解决你所需要他帮助的问题。好，那 TeamViewer 的安装就介绍到这里，然后后面呢，再补充一下，如果这个软体你不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用完之后把它移除。那你不用担心说人家会偷偷入侵你的电脑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一个是每一次开机都不一样的，这个密码是每次开机都不一样的，除非你自己去设定固定密码。好，那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